噔噔噔噔噔！呼，这石头是有伤害的。如果他可以丢出这么大的力道，把石头都砸碎的话，你直接用拳头扁不是更快吗？你还拿什么法杖啊？你直接一拳杀进去海拉鲁城堡啊？你还拿什么石头拿什么杖啊？装熟女哦，他可以把两颗石头都砸碎了。你看。哇塞，这个是情侣吵架的时候恐怖哦，一砸你头盖骨就碎裂。干嘛害怕？你刚刚可是一拳打碎石头的人呢，眼前只是个史莱姆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只要像这样就好了。对啊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记住了，你怪。阿雷瓦雷诺，我现在宝可梦对战了吗？一颗砸，史莱姆诺高盖基。好烂哦，果然还是靠自己最实在啦。哎，造什么造什么泥怪，神经病，看到我这个臂力了吗？看到我这个臂力了吗？那的笑眯眯在水里不用呼吸，我就故意不按 A， 看他能闭气多久。那的强颜欢笑，前程难赚，这导演什么时候要喊卡？嘻嘻呀，嘻嘻呀，还需要召唤什么？石头拿起来就扔啦，不用什么大师之剑，剑身还是最实在啦。这个游戏之所以要让萨尔达有这个法杖召唤有的没的，纯粹是不希望魔王被萨尔达一拳打死吧，因为这就不太好看了嘛。哒哒哒哒哒，我现在看到这些讨论很想除掉，织梦岛玩太多。来到米诺米诺村啦，终于，这边有道馆吗？并没有。要是这个时候有林克的话，林克是谁？林克就是住在我们这里的年轻人，他会到处除草，还会驱赶怪物，样样精通，村里最强的剑士。爸爸妈妈帮我买了跳床，是不是很棒？大姐姐也可以来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弟弟约我去他的床上玩，年纪轻轻，不可以再说这种话了，不能开这种玩笑，人家是女生。不过在玩你的床之前，我要复制你的床。这是林克家哎，林克的床有一股林克味。这个井底是谁的家？这边有个床哎，然后我还把他们家的床打碎了，而且我还把他们家的箱子里面的东西都拿走。哇 ，GTA 萨尔达传说，有个奇怪的装置。萨尔达，摸摸看这个。不是，你也先跟我讲这什么吧，谁敢摸啊？我在路上碰到有人跟我这样讲，我会非常害怕，因为这是你的顶洞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只猪头人的头也是蛮铁的，换作我找到骨折了，我找到脑浆四溢了。是这样点火吗？没有，唰，把蜡烛泥怪放在烛台上，纵火犯，纵火犯，维修了。没有问题，看你头有多铁啊！邦吉罗，伊库佐，尼古丹神下，邦吉罗，伊库佐。等一下，这些人为什么在我面前吃哦？为什么在我面前吃哦？发现隐藏洞窟啦！邦吉罗打不赢啦、啊！我该如何是好？邦吉罗，哎，可以可以，等空隙出来的时候，还是这个莫里布林，你有没有办法？他好像没什么用哎，还是靠自己实在啊，真是拿你们没办法。我靠，我靠，还是我放尖刺克制他，就例如说这样，可以，直接把海胆放在他头上，这是高档食材啊，你给我吃。皮哈特，我抓到传说中的宝可梦了，那我还有什么不能打？超级除草怪，要命！我直接第一道馆、第二道馆可能都虐菜了，我直接宰他给你看。太神啦，皮吉罗，不对，他叫什么名字忘记了。同伴就在裂缝中心被困住了，一动也不动。啊，他约我一起去，可是人家是女生哎，会不会有危险呢、啊？你自己不行吗？前方有怪物哎、
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比哈特到底多有能耐。伊库扎，哇，我的比哈特还会飞！等一下，比哈特，比哈特，不是，比哈特跑速太慢了、啊。我终于知道萨尔达该怎么近距离极限攻击了，狠狠的塞海胆啊！哎，这有点像是救急手了呢，不管是颜色还是游戏机制都有点像救急手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救急手的力量的源头是来自陀利的力量，只是林克跟老鲁看不到陀利而已。恭喜警报要来了！太残忍了吧，萨尔达公主！哎，这蜘蛛打不死哎 ，What the fuck！ 哎，这邦吉罗拿他没办法，海胆也没有用，我只能让他 hang 过来而已。那用火烧的呢？烧不动，烧不动。哎，啊，他怎么死了？哎，哎，我还在思考我要怎么除掉他，他怎么就死了？喂，原来是 emo boy 吗？你一直给他关注，一直给他关注，他就不会死。但是你一远离他，给他寂寞，他就把自己寂寞死了。哈，哦，他还有这个引导哎，还有引导说这个梯子通到哪里，这个梯子通到哪里。哇塞，有这样子探索起来就是非常之轻松。织梦岛我自己认为有点太难，他还要让你背板呢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洞会通到哪里。A 门通 B 门 ，B 门通 C 门，记都记不完。我应该把他的盾拿走吗？还真的嘞，原来是这样玩的哦，理解了理解了。不是，这猪头一直在挡我路。那你绿衣勇者也被洗脑了，变成黑绿衣勇者了。我竟然有一天需要跟他大打出手，我想都没想到竟然有这种发展。怎么样，反目成仇了吗？红眼林克杀过来啦！你不是本来是一个温柔的人吗？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转死你！林克好强哦，就连皮特罗都可以轻轻松松对付哎。没有，他不是皮特罗，皮哈特啦，乱讲。有有，皮哈特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无差别死角攻击。林克，二阶，二阶，二阶。他轻松对付我的皮哈特，我可以控制林克吗？可以耶，我可以稍微改变他的动向，何止稍微，我可以直接把他拿起来。太强了，萨尔达太强了，连敌人都可以控制。萨尔达会挥剑哦，神奇之剑，太刺眼了。我变成林克模式了，男装只有一次跟无限次，这个有点像是那个鱿鱼干菜附身合体的部分。马里奥，你们家的怪物跑来我这了，是不是要处理一下马里奥？不。哎，我可以直接把他头扯断嘞，太恶心了吧！我可以直接把他头扯断，真是了不得的臂力。伊库扎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地城的大魔王啊，在这里感受到同伴的气息啊。哦，岩石巨兵，石胆当，大岩人，那个家伙的体内有同伴的气息。我要把你的鸡鸡扭下来。一口走 ，Star Buster Storm， 这个我怎么第一次玩就知道怎么玩？一口走，哇，不行了，没有力量了，没有力量的话，在他脸上塞海胆吧，请你吃海胆呐，海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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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弹，海胆。海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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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胆！烂炮兵，烂炮兵！海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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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海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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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胆万岁！终于实现海胆自由了。原来那些吃到饱的大胃王，心情就是这样的吗？亚沙西，不要瞎掰好吗？哦，哇，树木都回来了，房子都回来了。有个蓝色头发的人，他那个头发发型很像那个马里奥酷巴七人众小豪